好啊，接下来呢，咱们开始揉搓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拿出一张香喷喷的纸巾，这纸巾确实挺香的。好，摊开，对吧？摊开之后呢，对折，哎，对折一次，对吧？两次。然后呢？再来，三次，再弄出一个小角，对吧？然后的话呢，合回来啊，中间留个一直烫笔的宽度啊，合回来。把这个角呢一定要捏扁，好，开始揉搓。擦笔，对吧？再拿个封面笔，再搞个海绵，对吧？这么多东西啊，外加一支橡皮笔，对吧？OK，我们就开始了。可以从这个圆锥开始。面积比较小的，这种时候先用影子，用这个擦笔去揉啊，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对吧？注意好啊，这个影子的边缘，咱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保持好它的一个边界的清晰度，对吧？然后放大一点点啊。就这东西，对吧？好，这个 OK，在底下对吧？接线投影中我就先插影子，暗面呢微浅一点点，所以我再插这个暗面。注意好啊，它这交接线它不是一样粗的，因为它这个圆锥它的面是你看都是三角形状的，看到没有？你看它尾部呢是变宽了一点点的，你看这个间隙不是这个粗。交接线的宽度，对吧？
是变宽的。好，在底下。哦，那这样 OK。然后呢，它的灰面呢，也可以，我们也可以这个顺手一带，对吧？把这海绵啊，你找个地方搞干净点点，找个地方把海绵撇干净点点啊。交界线跟灰面之间的这种衔接，对吧？我们在揉擦的时候可以利用纸巾啊什么的，对吧？直接把它揉的差不多了先。对，直播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啊？可以问啊。好，你看这颗就 OK 了啊。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去揉出剩下这两个家伙啊。你看，一样的道理，对吧？同样的方式，对吧？到，我先揉一下这个啊，这八棱柱，对吧？还是 OK，还是一样的配方啊。边缘呢？你看，投影重是吧？我先擦下投影。你看，只要有边缘线地方呢，无论是铺色的时候，还是揉擦的时候，你看作画的工具，你看都是顺着它的边线，你看，对吧？是不是跟铺色的时候排线是一个道理的，对吧？你看，它这样的话呢，它边缘呢，它就不会什么，它就不会糊啊、脏啊啥的。橘子安好问：买完这个课，学完要学到什么程度可以过渡到静物？是这么一个样子的啊，就是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至少说，哎，拿到一组，比如说我们这种东西，一组几何，对吧？
就是我们能够独立的去画得出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虽然说不是画得多极致，但是说至少说这些整每个东西的一些基本的什么形啊、体积啊这些东西啊，能够把它形体画得比较，对吧？比较扎实，这就可以了。其实组合呢，你有时间多画一个，那没时间你不画组合都没事。如果说你后面是为了画静物的话，组合这个东西呢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可画可不画，因为它跟画单体也是差不多的，对吧？啊，所以呢，重点还是说把单体的部分去做好啊，然后呢，你去能够练完之后呢，你再去找一些来进行写生。写生的时候呢，你发现什么？你写照片就行了啊，你写实物也行，反正说你在能够独立的去完成啊，能够独立的去把它画得出来，把它形呢画得也比较准确，然后呢体积呢也画得很立体啊，能够知道这些地方每个地方是怎么去变化的啊，那么这样呢你就可以去画静物了。又是你在画的过程中呢发现对吧，形啊或者是画得不是很准啊，体积呢也画不了很鼓啊，就感觉好像画的东西有点平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急着往下走，因为你现在画几何体，如果画不出立体感的话呢形不准。画立体感画不出来的话，画到静物呢，肯定还是会存在这个问题，对吧？你到时候画到静物了，你就需要又要考虑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比如说，哎呀，我要考虑质感啊，什么物体的固有色啊，对吧？那比如说，哎呀，有白一点的、黑一点的、灰一点的物体啊，就是不同颜色的物体。当我们画几何体的时候，你不用考虑什么固有色，这就白了，都是白的，对吧？你不用考虑，对吧？他们这个是白底的石膏，还是那个是黑底的石膏，是吧？他不用考虑。所以呢，我们在画石膏几何体的部分呢，这阶段呢，就是要重点去把这个形体这块解决好就行啊。真的把形体做过关了，你就可以往后走了。然后呢，形体里边的话呢，主要是什么？是球方柱，对吧？和那个镂空结构、复合结构啊，就这几块，就是把咱们那个课程的必修的部分啊，必修的部分是必须得学的啊，而且是必须得做过关的。好，哎，你看到这里了之后呢，是吧？它这块位置看到没有？它会受到这个反光影响，你看这里会亮一点点，是吧？这里会亮一点点，啊。原来站在这边的投影，哼哼。可讲的真好，说，哎，谢谢啊，好，大家反正就看着课程，对吧？一节课一节课的往后走，对吧？哎，稳稳的就行啊。好，你看后边呢，可以用这个90度角的大的面，你不要非得用这个尖的，就会擦脏的。你一定要用面，把纸巾贴下去。插画跟排线很像的，你看，看到没有？也是。不是戳戳戳戳戳戳，不是这样戳的。你看，一般都是从某个地方下笔都行。你看，哎，往这边排或者往这边排，你看它跟排线是一样的，对吧？你想往这边排也行，你从这里开始排也行。但是呢，肯定是你不是东排排西排排啊，那样会花嘛，对吧？所以插画呢，一个逻辑，你只要这样，哎，这样顺着这样揉过去，它才能保证我们揉的这个色块每个地方对吧，都能够被揉到。啊，这样它就避免出里面会残留一些这种小白点或者小黑点，对吧？残留小白点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你有些地方擦漏了，就是没擦到，就是跟你排线一样排的间隙太大了，是一个道理的，对吧？这是一个。
然后呢，插画的时候常留一些小黑点呢，那主要什么原因呢？那就是你那个老喜欢用那个很小的纸巾的贴合面去插一些比较大的色块，就好比你画色彩容易有些小黑斑点，脏脏的斑点，就是因为你喜欢拿那个小号的水粉笔去画那些大面积的色块，对吧？一个道理啊。好啊，那这样的话呢，你看这块投影可以了啊，投影重，它暗面浅点，你看暗面的是这个面重点，对吧？所以这个面微浅点点。哎，这个暗面跟投影呢，肯定要进行一个适当的区分，对吧？它这一块呢，反光是比较亮的，跟我们画方体一样，你看，是吧？你把这，所以你把这块画的那个交界线画的很黑呢，它就是不合理的。好，那再来这边。好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一个这两东西的暗面跟灰面，不是暗面跟投影 ，OK 了。它的灰面呢，这个这么大，用海绵擦其实也可以。你如果觉得海绵呢 hold 不住，你这手控制不了它，你就拿个灰面笔，对吧？其实这大海绵快一点点，多直接的，去练，你看。对吧？那这样就 OK 了，看到没有？是吧？哎，这个是一个灰面啊，这个面呢也是一个灰面，但这个灰面呢比较浅，所以你看我会在旁边什么，把这个海绵搞干净一点点，看到没有？是吧？把这个海绵搞干净一点点。轻轻的来点底色就行了。好，那这样就 OK。到这边。
这块面呢也是浅，也是灰面，但它微微浅点的灰面，看到没有？是吧？可以利用这个，你这些作画工具上，它是有烫粉的，是吧？怎么样充分的去利用工具，每个工具的特性，对吧？让它利用它们来为我们的画面进行服务，不是说呀，我哪怕在画面中需要一点点颜色，我都得去拿笔去排呀、排呀、排呀，画画其实也没必要那样，对吧？你看啊，这样揉好物体，我拍一下步骤啊。咱们揉好之后呢，哎，开始咯，你看，再到这些场景的边缘线呢，是吧？收拾一下，这跟我们画单体的时候是一样。基本上你画单体的时候过光了，你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老师，我这个时候我不会揉啊，一般是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的了啊。除非你画单体的时候，你的背景都很不注意啊，觉得画的乱糟糟的，对吧？哇，这块 OK， 你看这些位置，好，这里就好了。最好这前面不要太重啊，太重了就那就有问题，对吧？那然后呢，这些灰一点点，好，背景分界处，对吧？掐住往上渐变，对吧？你看这些是往外衔接一下，嗯，力度小点小点小点，对吧？哎，先衔接一下啊，因为再什么再统一的去插。接下来用肚子这块啊，边这个尖呢就是用来强调这种边线的啊，这种你看不需要强调边线的地方，你用肚子这块它才能插得更整。你看一遍过去之后，你看它长这样的，看到没有，是吧？是不是觉得线条有点明显，对吧？所以你再进行小力的再进行第二遍，是吧？小力的再进行第二遍，是吧？第二遍的话呢，你就一样的再这样过一下，哎，就可以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揉好之后，你看这个投影的旁边呢，我们不想让这个投影跳，对不对？那你可以把这个投影的旁边呢，不要留得太亮。你看，这样这个影子是不是什么？它对比就比较弱一些。你看这种影子是不是对比就很强，是吧？所以这种东西呢，一定要去注意，就是你看哪里想跳，让它对比就强一点点。你现在想哪里不用那么跳，你让它对比的。对比弱一点点，是不是？哪怕是头顶的亮面，对吧？哎，都可以说抹一点点小小的一些前后一个颜色变化给它。是吧？好，接下来的话呢，桌面的
桌面一般是水平擦，对吧？背景一般垂直擦，就跟画色彩一样。画色彩，我们那个铺背景一般是竖着排嘛，不是竖着铺嘛，对吧？铺桌面一般是横着铺嘛，这样刷嘛，对吧？OK， 那我们就揉好了。接下来的话呢，对吧？就正式的塑造，排个小步骤。哎，好啊、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去塑造一下。那么塑造这个环节呢，看一看啊。对吧？塑造这个步骤呢，如果说我们前面铺垫的好，那么塑造就比较省力，是吧？最好这个面色比桌面重一点点啊，颜色还是得分好，不然的话就长得就太简单了，那个颜色雷同太厉害，对吧？总共那么几个东西雷同了，那很尴尬，看到没有？是吧？我们揉完之后。石膏它的这些体积也有了，但是面都很分明的，对吧？但是呢它看起来还得是个白色的东西，是这种白色的东西都灰面啊，它这些地方它不会那么重的，它总体还是一个偏白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一定要去注意好啊、要控制好它的一个这种固有色，对吧？好，哎，不做图已经拍好了啊，塑造啊。软的、中的、硬的，就各个型号，对吧？咱们都得去准备一下啊。OK， 中碳跟硬碳呢，肯定是用的是比较多的，对吧？这个软碳呢会用一下，但是。用的不多，用的不多，开始。首先呢啊，你看它这个东西啊、从空间上来讲是靠前的，可能有的朋友说老师，这个尖它不是在更靠前吗？哎，不是的，片面的啊。我们讲的靠前是离我们人的眼睛比较近，你看，对吧？这张图呢，我们这种微俯视的这种。半俯视这种情况下，你看，那肯定是这个角呢离我们会更近一点点的，看到没有？所以呢，其实这个角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头这个东西呢，应该还要突出一点点，知道吧？啊，所以这块是比较跳的，好，但你要注意好啊，你如果是先塑造好它了，你画它的时候呢，你就要格外的注意，如果说你怕蹭脏了，你可以先画它，或者先画它。都行啊，你要悠着点，就是反正就不要什么，不要搞脏了，对吧？我先画下锥体啊，对吧？这锥体反正它是不是最跳的，对吧？它是最跳的。对吧？这些落地的地方啊。
前面落地的重点，中间浅点，后面再浅点啊，这个落地点的层次，怎么处理出来？沿着它边缘线，你看是吧？前面呢，你不能搞得太那个啊，不能搞太黑，太过分了啊！你前面的，你把这里画得很黑，画得好像桌面就凹了个窟窿一样的，它是不合理的。你稍微加强一下，那其实都还行。好，好，这也可以了啊！哎，行，对吧？收拾了一下，到头顶这里的，这硬看。虽然呢，好像看着在同一个位置，但这条在后边的，所以这里的是虚的，这一段呢是实的。这样差不多啊，你看，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排点线啊，硬看啊，尖点呢，鼻子的夹角呢，大概在45度左右，不要太大力的，就是白色东西，不要太生猛。
太生猛容易画太黑的啊。要把它画得壮了起来啊。哇，这个角落是微微要绕得过去的。你看，把这块搞好之后呢，好啊，那这个东西就好了，对吧？啊，它那些小细节，你看这种小磕碰，对吧？看到没有？这种边边角角，啊，你想画一点点，你可以画一点点，对吧？你看，看到没有？你可以隐隐约约的画一点点，是吧？这种小东西。
OK， 你看这里有个小小的薄薄的面，往后翻的，微微的，弱弱的，对吧？边线不能搞太，不能搞太过，对吧？好，哎，这个东西好了，但是它上面呢还有一些小疙瘩，看到没有？有，我们也可以来上一点点嘛，人家有嘛，对吧？装饰一下嘛。哎呀，用小背光嘛，挺有意思的啊。好了，画在后面这个八棱柱，看好啊！老师好棒子啊。这块 OK 啊。你看这块最好啊，就这个东西不要搞的那个，不要搞太跳，也就是这个八棱柱啊，它是一个微微弱点点，你看最好这里的轮廓，这个尖的角呢是这一段是靠前点的，实一点，这一段呢是要弱点点的。因为你一旦把这后半圈的画跳了，它就会翻过来，知道吧？所以它就会平掉的，所以呢一定要去注意好，就这一段的轮廓呢，对吧？后半段这里呢，它是比较虚的，对吧？后半段它是比较虚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去交代好。好。这些灰面啊等等啊，你看这些边线啊一样，虽然说它虚点，但也不至于说那个虚到这，对吧？这个虚到模糊的，虚到朦胧掉了，这还不至于啊。总共的画面也就那么点大，对吧？但是呢它不能跳，这倒是真的啊。你搞太模糊那是有点过分啊。不能太白。好，到这里。
对吧？这硬碳啊。对吧？热热的。这是这个八棱柱。对啊，这个八棱柱啊，它就长这么个模样，啊，就一个面、两面、三面，对吧？四个面，对吧？啊，绕起来就行了。这个面靠旁边，靠后一点点，所以它的这个面的线条是比较弱的，意思一下，有那种味道就行了。哦，这个处理好，对吧？把这种面的这种分界处啊，然后呢，也要再控制控制颜色吧，啊。颜色也不能搞着搞糊了，搞黑了，这小磕磕碰碰的。哎，该有的还是得有，有一点点的嘛啊。对吧？这边界呢？偶尔有个小小坑呢、啊，弱弱的，这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东西。你看，很微弱，所以你看，就灰一点点，亮一点点啊就行了，不要搞到那个，不要搞太过分就行啊。就不要说，哎呀，我非得把它画的那个坑呢、啊，不然我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挖了个坑。啊，你画了，你还怕别人看不到啊？啊，你自己都看得到啊，那别人怎么看不到嘞？哎，一些小投影，
好啊，这样差不多。这里面的边线呢，不能太虚，就保证它尽量清晰的基础上，也不能跳。所以呢，边画边看，画画不要趴下去。当你画画喜欢趴得很近的时候，那你就很难把画画好了。就说明你就是还是喜欢趴下去抠那些小细节的。画画是，哎，距离产生美，对吧？哎，就你得画画，你得保持你的身体跟画面要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你的眼睛，对吧？跟画面有一定的距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更看得更整体。就不容易陷到一些某个局部里面去，你看最后的头顶的亮面，对吧？对吧？哪怕说这一段都是虚的，但是这里也微实一点点，这尾巴是最虚的，看到没有？跟我们画圆柱体是一个道理啊。好，最后呢，对吧？亮面。好，那这块 OK。接下来的话呢，哎，到下一个了啊。这个家伙呢，它的这个面是最白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你看我会把它，画的会显得对比度显得更强一点。你看它比较白，所以它亮面呢要少画。好，这个轮廓啊，哎，这里实一点，这个角是比较远的，对吧？这条边呢也是，哎，这边呢实一点，对吧？这个角是虚的。
哦，这底下有点细细的小投影。这不用那么黑的，嗯，这影子很小。好，这里是多少？这边线要画清楚。底下呢，所以受到一点反光的影响，底下就没那么黑。好，到这里。啊，稳住啊，排点线，这线呢不能太跳，所以呢，如果发现太跳了，手指轻轻扫一下，不是叫你把线抹没了，而是说把它的线条搞得不要太强，哎。线的目的是为了画出面啊，我不是为了画线而画线。嗯，不能太重。然后呢，头顶这些面呢，再拿一下。对吧？后边糊一点点。啊，这个面是比较白的，是吧？
好，最后这个面是比较白的，看好啊，微微有层很浅的调子，或者是你就拿手指扫一下也行。后面这个角微灰丁丁的，但是你看它看起来还是很白很白的，是吧？那这个面它就是很白很白的，哎，保持这种感觉给它，不要好不容易的啊。呵呵有块最亮的颜色，你非得把它怼黑了，嗯，上头了，嗯，觉得到时候我就得把这个线排的到处都是啊，这样让人知道我是会排线的，这个逻辑就不对，对吧？你会排线跟不会排线，那得到处排吗？不需要。好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 OK。最后呢，对吧？我们再去把这影子也微调两笔啊。这是中烫的，好，我拍一下步骤啊。桌面呢，背景啊，给它来点线，看好啊。啊，一般要么斜着，要么横着啊，这还是那两方向。你也不用补得太满，就是说。你说，哎呀，我觉得，哎，这种颜色对吧？你看，这有这么清晰的线呢，这些地方都磨磨的，对吧？那你肯定要拿一点点衔接过去啊，看到没有？这背景才会显得真实嘛，自然嘛。你看这种衬托色，对吧？渐变出去啊。哎呀，开心！不要慌，哎，对吧？这样就可以了。桌面上的呢，对吧？一样啊，你看在物体旁边，面积空的比较大呢，你就排的稍微大足一点点，嗯。
对吧？补点笔触啊，不用补满。你看，就有些地方呢，就常留一些底下没有那种弱点的线。你看，像线就有清晰的，有弱的，颜色有些深点、浅点。你看，它就对吧？它就比较自然，对吧？啊，就感觉好像布有点微微的起伏感那种味道，对吧？啊，嗯，要的就是这个味道。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就 OK 了啊。在这个阶段，我们也不用折腾那么多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衬布啊，什么东西啊，虽然说画衬布也挺好玩的啊，但是真没什么太大必要啊。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多把精力放到形体上。把这形体做扎实。好，那就 OK 了。OK， 那么这样的话，咱们这张组合呢，咱们就，对吧？咱们就画到这里。